我们去果园摘枇杷了，走了。森林的小精灵们，今天我们一定要听从指挥，好不好？能不能？能！好！你们要说话算话哦。知道啦。这是什么？ 鼻屎，哇！这是你从鼻子里抠出来的吗？为什么你要抠出来一坨鼻屎给我？来，小宝把那个擦到纸上吧，然后把鼻屎包出来，把纸给我吧。来，来。你有没有？ 每天下课都是有那首歌，啊，播着播着玩，播着播着玩，喂喂，咔啦咔啦咔啦。我没有哎，我们当时下课铃声是，梆梆哒哒梆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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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梆
来，我们过来。走独木桥。哦，你看这边有好多琵琶。哇，慢一点。哎呦，冬眠还知道谦让着大家呢，大哥哥的样子真有。我在你后面，我是大人，我保护你啊。你走吧，你走吧。谢谢你。走吧，我们去摘琵琶吧，这里。走吧，我们往里走，越往里走，琵琶越多。哇，那边好多哟。都够吃一年了。哇，这么多呀！你是今天的琵琶之王，你是琵琶之王。虫哥，让我分你一点。好啊，你要分我一点吗？来，那你帮我摘一点过来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杜米摘的太多了，那小宝也摘了不少。你看，我就只我摘的最少。我帮你给你一些大的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谢谢。哎呀，已经够多了。他的让别人相机给填满了。啊，对，张信成在他们这里是叫什么？橙子哥哥，橙子哥哥是吧？我就跟他们说我是橙子哥哥，看他们认不认得清。我感觉他们都认不清。他们认得清。橙子哥哥，你怎么变了？他们认得清橙子哥哥。我试探一下他们。橙子哥哥，你变了。对，他们绝对认得清的，你必须得换一个。怎么变帅了，橙子哥哥？要换个水果吧。换个水果吧，换个水果吧。龙叔，橙子哥哥！艾玛 ，Hello，Hello， 冬米 ，Hello， 啊哈哈哈，啊哈哈，千里你来了！我早就已经喜欢天籁了。Hello， 哇，艾玛，来来来，还记得我吗？还记得我吗？还记得我吗？我是橙子哥哥啊！我是橙子哥哥啊！我最想的是橙子哥哥。我是橙子哥哥啊！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！啥呀？Hello， 婉清。我来帮你呢，记得我吗？记得。我是橙子哥哥，对不对？嗯。橙子哥哥。哎，怎么样啊？橙子哥哥。橙子哥哥，我给你带礼物了。他们都以为我是橙子哥哥。你们看橙子哥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？怎么样、橙子哥哥头发有点变了。橙子哥哥头发变了呀。嗯，力气变大了。
橙子哥哥，我还觉得你现在还在给我们要魔法书呢。我觉得要魔法书，给你们变魔法了。橙子哥哥，橙子哥哥。啊！又来到了小森林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迎接我。睡午觉吗？Hello，Hello， 辛苦啊！你是刚拍完戏是吗？对啊，刚拍完，今天早上拍完的。我还没有挑床呢，等你过来先挑。还用挑吗？这是随便啊，你随便选一个。虽然说这个两个床间隔有点远，你还要近，你还要多近？咱俩睡一张吧，别挑了好吗？也不是不可以，这床挺大的。也不是不可以。随便吧，那我睡这边。行，我睡这边，都差不多。可以啊。哎呀。啊，我一刚过来，他们就已经开始睡午觉了，是吧？对。咋样？感觉？感觉没什么难度。没什么难度。啊啥？没什么难度。没什么难度。还 OK。就是他们睡哄他们睡觉有点小问题。就哄他们睡觉有点小，还有别的什么难度吗？你觉得别的都没有难度吗？就那些小朋友刚来的时候，然后我跟他们说，还记得我吗？嗯。记得啊，他说我是橙子哥哥，记得啊，对啊，橙子哥哥一直叫我橙子哥哥。啥呀？啊，他们以为是你是我，对啊。然后到后面跟他说了，才发现，我不知道是我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。我怎么了？真的吗？对啊。我们俩一样吗？发型啥都不一样吧？他说，橙子哥，你的。头发好像变长了，我说哎，对啊，只能记得头发变长了，其他都没记住。哎，我说实话，我第一次来，我也是信心满满啊，说哎，没什么问题。其实主要是体力跟不上啊，他们体力真的是，你比如说晚上你让他睡了对吧？你要跟他洗完澡穿完睡衣，他们还要跑下来，然后跑到全身汗湿，然后你要上去，然后又洗一遍澡。晚上中午也是，哎呀，我的天。而且，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咱们记得把门锁。就他们跑到我房间叫你起床，叫我起床。然后我就听到他们远远的说：“啊，橙子哥，那个他应该在里面睡觉。”我觉得橙子哥的房间里面。然后。我天！我吓了，我一想我没损人，我赶紧把我被子蒙上，结果他们还是发现我之后，然后说我是大懒虫，然后叫了我一天，就叫了我一天大懒虫，说我早上起来不起床，我说我六点半我起啥床？哈哈。精力真的很旺盛。他们什么时候睡？差不多两点左右睡的吧，睡到三点叫他们起床。是啊，就是三点钟负责叫他们起床。哇，叫起床这个工作。叫起床应该还好吧，哄睡觉。你开什么玩笑？叫起床更难，不起来啊，起不来，真的起不来。嗯，叫吧，你叫他起床。哎，还有一个，婉清哦，上厕所了。哎，婉清起来了。还要再睡吗？看看这是谁？橙子哥哥。哎，听说你们把他认成我了啊？对呀，对呀。为什么？我们俩长得像吗？
你俩长得像吗？其实我们俩是兄弟，双胞胎。快起床了，起床了，叫他们起床。嗯，今天给你一个任务，好吗？什么任务？你把艾玛叫起床。小宝，小宝，起床了，起床了。嗯，睡醒了吗？刚才是谁？刚才是谁？刚才是谁？快起床了。哎，有没有想我啊？啊，今天看你们谁叠衣服叠的对我最好，谁就能最先拿到这个魔法书。谁就能最先拿到这个魔法书。魔法书来，哎，过来了。你给我一个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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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好。大家有谁会系鞋带啊？我。好，小宝你会系鞋带？我会。你也会系？嗯。好。我也是。哦，你们都会系鞋带。我会。我不会。橙子哥哥，我不会系鞋带。没关系，不会的话，我们今天可以学。来，我们大家先按照自己的想法，我们先穿一下。等会儿，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对，是不是不太对？因为他这样过来的话，你的顺序反了，从后面往前穿不就好了吗？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好，我懵了。星辰，你确定是你要负责教小朋友绑鞋带吗？我确定，我确定，你千万不要误人子弟啊！左手一根绳，右手一根绳。交叉，对，交叉，左手从洞里钻过去，哪有洞？洞是不是在这儿？对，钻过去，钻过去，钻到这儿，钻过去。哦，你看，再来一次啊，你看，钻过来。是这样吗？交叉，先交叉，交叉了啊、哦。啊，你再试试。对吗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对吗？来，左手一根绳，右手一根绳，然后左手换右手，对，好，钻过去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拉一下，哎，是不是可以了？好。下步我们一样的，一根变两根，左手两根，右手两根，形成一个洞，穿过来。秋米，来尝尝自己的早上的劳动成果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我也尝一口烤。我也要。除了水有什么喝的吗？水，有酸梅汤。酸梅汤，在这儿。好吧，那哎，这是你做的吗？哦，真的是你做的吗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是你做的，真的是我做的。我就不说。你在挤兑我呀？算了。没有杯子，有啊，倒有杯子。算了算了，没事，我直接喝水吧。有杯子怎么没有杯子？那个绿色的就是。懒得洗。我帮你洗，我帮你洗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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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玩笑的。没有，因为这个酸梅汤不是很好喝，挺好喝的。
你敢说，你这敢说就不好喝，你真是张。不是，所以我刚刚问了半天，我说是不是你做？对不起，好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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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。怎么能不好喝呢？真的。好喝，我现在就把它喝完。我就逗你一下，真是，哎呀，这个人开玩笑真的是。我也要喝哦，对吧？留一点给我啊。啊，留一点给你啊，你看。连陈远远都已经说了，好喝的不行。我就在这看着你们喝，满满一杯。哦，干了，我先干为敬。行啊，干啊。哦，至于那么难喝吗？还闭着眼睛。哎呀，太好喝了！哎呀，天哪，陈瑞，我已经给你留了半盅，你说你要不说我给你留，我都留不住，真的，对，太好喝，是吧？是吧？对。